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菩萨问明品第九，一道甚深，离长者的论文啊，我们借助昨天所读的往下看啊。我们先把文呢念一段，名词是信心，难法难信，难入文之者，皆云我是凡夫，何有可得是佛？故说少分信者，即赞神通道理。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种情形我们看得太多太多了，有一些很好的老朋友啊，我在这个初学佛不久的时候劝导他们啊，都是这样的回答啊，一听到佛太高了，不但呢自己肯定自己是凡夫，而且很难得，肯定自己业障太重，造作罪孽太多啊。于是这个到寺庙里去不敢上大殿啊，上大殿看到佛像觉得很难为情，对不起佛菩萨。我们细心去思维，这人是好人呐，啊，为什么有惭愧心呐？啊，知道自己造业很重啊，啊，所以对这样的人，我们要以善巧方便，啊，慢慢的来诱导他，啊，他可以接受的，跟他说；不能接受的，暂时不说。这样才是真正对他了有帮助啊。是这个戒云是很有道理，那么由此可知，且长者是唐朝时候的人，唐朝那个时候佛法是最兴盛的时候啊，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啊，就是隋唐的时候啊，这个现象就很多，要不然呢他不会写在这里啊。又何况我们又相去一千多年了啊，虽说少分信者即赞神通道理啊，对于神通道理一般人都非常仰慕，非常赞叹啊。那么佛门里面感应的事情很多，不但是这些高僧大德啊，就是我们一般同学在修学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感应就很多啊，亲身经历的。可是说给别人听呢，别人未必相信啊。那么自己经历的那也肯定是深信不疑啊。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个
这些年好像特别多，灵媒啊，这个灵鬼附身，传递一些讯息，他们也真的是把我当作一个对象，常常来找我，那么有同学问我了。法师啊，你有没有见过鬼呀？我告诉你，我没见过。可是有人见过。那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我这个老朋友明言法师。他有一段时间，大概一年多。不到两年，一年多，每天跟鬼打交道，他学秘，所以我就了解，人鬼杂居，但是人鬼这个界限呢，很容易突破。明言是学秘，不到三年，他这个空间维持就突破了。所以每一天呢，这个白天跟人在一起，晚上就跟鬼打交道。我们是好朋友，我说话他不相信，他不听。我劝他学教，他说学教太辛苦了，而且你就是把嘴唇说破了，人家也未必听你的。他说我这个神通要学会了，我现现神通，人不能不相信。所以他去学秘，目的是学神通。以神通呢来度化众生，心愿都非常好啊。可是秘个这一门呢，我虽然没有学，我对他很清楚很明了。为什么呢？我的老师是秘宗的上师张家大师，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了，所以秘里头的常识我懂得，他也常常跟我讲。秘真的是上上乘佛法。大师为什么没传给我呢？那样的人说他能关机呀。根性不相同，在于这一生当中学佛呢，那基础没有。你看这个藏传的密教，学密先要有十年的显教基础。你看看张家大师是教我显教，三年呢，他老人家就圆寂了。显教十年基础啊，十年是专修啊。像我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他给我这个教导我两个小时，这可不行啊。人家十年是一天就是十几个小时，但我们只是玩票啊。所以他都帮助我扎根。教我从看破放下真正去做。你看给教我第一本看的书真的是不一样啊。诸位同学学佛，你们亲近善知识，
哪一个善知识啊，介绍你看释迦牟尼佛传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传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白话文的啊，他指定要我看的是大藏经里头有两种，一种叫释迦谱四卷，另外一种是释迦方志一卷啊，这两部书都是唐朝人的著作啊，是释迦牟尼佛传记。他叫我看这个，我从这儿入门的这个次第，现在想想叫大有学问啊。那我们学佛，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建立的啊。你想学佛呢，首先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你要了解他啊，这个人一生到底做些什么，是不是真正的值得我们向他学习，这个重要啊，这个叫不迷信啊。啊，所以我第一部书啊，看释迦方志啊，释迦谱啊，啊，那个时候这个书没有单行本，买不到的，啊，我们到那个时候在善导寺，啊，太虚图书馆，他那个地方有一部藏经，啊，我记得是大正藏，啊，是日本原版的大正藏。我们到图书馆把它找这个找出来，好在分量不多，啊，利用星期假日啊去抄，啊，这抄来学习啊。啊，我们这样才渐渐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啊，他能够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啊，为什么？啊，当时我们这个理解思想的范围都很狭义，啊，没有现在这么样的宽广啊。啊，以为什么了生死啊？啊，因为他给我们实现的，他是看到世间人生老病死苦。这个问题做国王不能解决啊，这是事实啊，哪一个人没有呢？生老病死哪个人没有呢？啊，爱别离，求不得，五阴之盛叫罢苦啊。啊，怨憎会，拔苦啊！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没有办法避免啊。释迦牟尼佛看到了啊，那要解决这个方法呢，那只有修道啊！啊，这是释迦方志啊。引导我们一个思维，我们想想这是事实啊，利苦得乐啊，那个苦是生死之苦啊，轮回之苦啊，啊，这是一切苦的根源呢，根本呐，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找到呢？确实，他真找到。
所以传记里面详细说明他老人家一生的经历，八相成道。那八相里面当然是篇幅最大的是弘法利生啊，那在这个名词里面讲呢，转法轮啊，转法轮叫弘法利生教学啊，教学49年了啊，一生从事于教育事业，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所以读了这个之后才晓得佛法不是宗教啊。以后我看到欧阳靖吾的讲演，他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啊。我看了这篇这个讲演的记录，王恩阳居士记的，我很欣赏，我非常赞同。他老人家来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啊，而且呢不是以神通道力来教化众生，是教学上课啊。啊，世尊教人应机施教，看你什么样的根性，你什么样的程度啊，你需要的是什么，总叫你满足啊，满你的愿望啊，啊教学啊。另外就是几乎有一半答问啊，来亲近佛陀的人，他们疑难的问题很多很多啊，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向世尊请教啊，世尊一一解答。那么这个以后记录下来的时候都称之为经文，就经文里头问答很多啊。你看我们这华严经不都是一问一答吗？这不是反复问的，也不是反复答的啊。你看我们读这一品经啊，诸位都看得很清楚，文殊菩萨发问啊，九首菩萨来解答啊，都是菩萨了。而且这些菩萨我们现在明白了，都是古佛再来呀，示现做菩萨了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这个人初发心善根成熟了啊，可以教他了，应以初信菩萨得度，那就得信现初信菩萨二位说法啊。初信菩萨什么样的身份呢？不一定，可以示现出家，也可以示现在家啊，男女老少都能示现，看他的根性，应以什么身说法就现什么样身，一定啊跟他的这个程度啊相等啊，初信觉首菩萨了，开始觉悟了，跟他说初信法门，
因以二心菩萨得度，就给他实现二心。你看看，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说法。啊，我们现在读到此地第九心了。啊，九心菩萨叫贤首。啊，对。不疑神通道理，全都是用教学啊。菩萨一问一答，我们在旁边听了，随着自己的根性，你能够领悟多少啊？根性厚的，你领悟的深啊；根性薄的，你领悟的浅。无论是生是前，没有不得利益的啊！纵然过去生中没有善根，这一生当中如果缘殊胜，他也能够啊跟着大众啊熏成善根。这就讲说他有没有福报啊？什么是福报呢？他在讲堂能够坐得住啊。我们这个讲堂现在讲两小时，两小时他能坐得住，而且他怎么样？他天天来啊，这样啊，日久天长，没有善根就变成有善根。啊，有善根的人呢，他的善根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厚。啊，熏尘的嘛，熏习嘛。啊，这个非常符合于现代所讲的这个科学教学的理念。所以我接触佛法啊，方东梅先生给我介绍的这个佛法是哲学，不是宗教，他就这样介绍给我的啊。我从这个地方入门啊，所以越看越是教育啊。所以我一出家向中国佛教会建议，听说证明，这个孔夫子讲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现在这个世间人都把这个佛教看成迷信，那这个很不幸，很冤枉啊！啊，中国人自古以来言语文字都喜欢简单，现在简单不行，简单就产生误会了，啊，所以必须再加两个字。啊，加两个什么字呢？佛陀教育。啊，佛教。佛教本来是佛陀教育。现在大家都误会了，以为是宗教，以为是迷信。那加上两个字，使大家耳目一新啊。哎，你才能学到真的东西。佛陀教育啊。啊，这是我出家时候提出来的。啊，所以我在台湾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你看香港我们这个道场叫佛陀教育协会。啊，我提的案，佛教会是开会讨论的。啊，我没参加，我听说。大家也都很赞成，但是没有能够落实啊，没有人去落实啊，那就算了，还是我们自己干啊。我自己这一生啊，这个理念呢
都是佛陀教育，啊，我们接受佛陀教育，啊，我们传的是佛陀教育，啊，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这样一个理念呢，这种心态来学习，来帮助人，啊，决定没有迷信。那神通道理到底有没有呢？有啊，这些事情自古以来啊，近代也还是很多啊，常常遇到啊。啊，现代的新名词叫特异功能。啊，一般人没有的。其实，这种特异功能，人人都有。啊，为什么呢？它是人的本能呐。啊，是自信的这些本能呐。啊，那我们的本能失掉了，为什么会失掉呢？妄念多了就失掉了，啊，妄想多了，啊，真的是出现品里面的话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你妄想分别执着起来，这个能力就没有了，啊，本能就没有了。那我们细细去观察，你观察婴儿，啊，尤其是在一两岁，啊，不满两岁的时候，啊，实在讲的说，在几个月他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那六七个月的时候，你细心去观察他，啊，这个要微迷观察，啊，他有的时候自己好像有人跟他沟通，啊，有人带着他玩，啊，他自己有笑。啊，这个有很多表情，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没有人呢，他看到有，啊，甚至睡觉的时候，啊，你看他面孔上的表情，啊，那是我们一般讲做梦啊，但是婴儿我想不会做梦，啊，他能看到不同维持空间的境界，啊，有些人这种能力可以保持到十几二十几岁，多半都是生长在农村很淳朴的地方，这才能保持。我往年在美国遇到这些中国的特异功能，那是我听说他们有十几个人，啊，到美国去访问，啊，有其中有三个人到洛杉矶，这三个我都遇到了，啊，我在旧金山好像遇到两个，啊，年岁都很轻啊，二十几岁啊。我就问他这个能力是怎么来的，他不是修的，啊，从小就有，啊，有这个能力，我问他你这个能力
会不会失去啊？他说会。大概到三十几岁，这个能力就没有了。但为什么呢？妄念多了，很有道理啊，这跟佛法讲的一样啊。啊，所以突破空间维次啊，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禅定。你修禅定，修禅定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嘛。这个你放下的时候，空间维次就突破。你放的越多，突破的功就范围越大。啊，在一般呢，最容易突破的是轨道啊，地狱道跟欲界天。欲界道像四王天、桃李天都不难突破，往上去的时候，那功夫要更高一点的，啊，功夫浅了的时候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这种特异功能，大概就是欲界天以下，啊，就是桃李天以下。记载的很多很多啊，桃李天以上啊很少记载了啊。接下来这一些这个空间维次大概跟我们呢差距不大啊，小定就能突破啊，这个不是假的。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啊，这些鬼神是没有看到过啊，但是世俗里头常讲的狐狸精呢，哎，我见过啊，这不是我一个人，很多啊，那是真的，是不是假的？他已经变成了人形了，在这个我们看。古书里就说，狐狸要修行，修到人身呢，要500年，啊，他才能修成个人身，啊，所以人身很可贵呀，啊，狐狸先要修成人身，才能够修道，啊，他要修不成人身呢，他就没办法修道，啊，所以他对人非常羡慕啊。啊，那我们人得人身的时候都不如他了，不知道修啊。啊，百丈禅师的野狐禅，那不是虚妄记载啊，那真的事实啊。啊，那一个老狐狸，那是真是了不起。那我过去抗战期间在湖南看到的啊，这个狐狸的这个狐狸，他们称狐仙呢，我想修行的时间大概还不到500年啊，是一个人的形状啊，面孔啊，没有一个人看清楚过啊，他是个男人。穿的是中国的蓝布长褂啊，我见过，也有很多人见过啊，见的时间都不长，一下就他一转弯就没有了，就找不到了啊，面孔失踪，没有人看过清楚。大概还不到500年啊，500年呢，那就面目就很清楚了啊，也可以跟人往来啊。那么这个狐仙的时候呢，
从来没有给人说过话、打过交道。啊，只是一被人一发现的时候，他马上就小巷子拐弯，他就走了。啊，你在追去看的时候就没有了。啊，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看这个《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啊，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事情，我都相信。啊，这个决定不是胡诌的，啊，确确实实是事实。啊，像《阅微草堂笔记》里头。预言当然也有，占少数，绝大多数啊都是真的。啊，奇怪的事情多了，只要你稍微留意注意一下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在这里生信心。论文下面讲。是故当知啊，且须如是正信，方始以正信正见发力加行。啊，所以首先我们的条件呢要正信。啊，正信还不是真信，但是它不是迷信，有理论做依据。由事实做依据，我相信，我不怀疑，啊，这叫真信。啊，为什么你不是真信呢？我没有完全见到，我完全见到那是真信。啊，那是入境界了。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这功夫啊，所以只在。正信这个阶段，但是正信呢，一定有正见，啊，有正信正见呢，我们跟佛菩萨有缘，我们跟一切众生有缘，自自然然这个法力加持，啊，你比如说我们想修福。我们能够遇到正法，我们想读的经书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也能够如愿以偿的获得法力加行呐，啊，现在的经书容易了。我那个时候初学佛得经书啊，非常不容易。啊，经书的价钱，对于我们收入微薄的人来讲，那个价钱很高啊。啊，而且呢，不容易买到。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求的这个书籍，啊，真正是得力香港智开法师啊，啊，他跟我同年，啊，他在香港经营的佛经流通处，啊，那个时候我常常写信拜托他。我也没有跟他见过面，啊，我以为是老法师，啊，所以我写信都称他老法师，啊，自己称后学，啊，以后见了面才晓得我们同年，啊，帮了很大的忙，啊，中国大陆啊，那个时候这些经书啊。流到香港这个地区，
他就替我找，凡是我想要的时候，哎，几乎都能找到。啊，他找到的时候就寄给我。啊，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他。啊，他对我很放心，帮很大的忙啊。啊，所以我还看到很多好版本的这个经论的著述。啊，那么这个呢？都是这此地所讲的法理假行，如法进修啊，纷纷无明薄，解脱智慧明啊，这是真实的效果啊。所以学习有没有成就，端在精进，锲而不舍啊！当然，这也要缘啊。第一个增上缘呢，有老师督导你啊。啊，有个好老师管着你啊，他看着你，就是我跟李老师十年接受他的教导，这个缘稀有难逢啊。啊，李老师的学生很多啊，可是里头有不少呢不认真学习啊，对待老师态度阳奉阴违，老师知道清楚得很啊。那我们是从小啊接受一点传统的教育，对于尊师重道啊这个理念是从小培养的啊，所以对老师尊重，老师的话一定要做到，纵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做到，至少可以做到八成这才能有这么一点成就啊。如果是老师教诲只能够做到两成三成，那不能成就啊，这是肯定道理啊！啊，百分之百我们不敢讲啊，哎，这个十之七八了，这是肯定的，这没话说啊，是确实可以做到这么多啊，老师督促，还要同学互相切磋琢磨，很重要。啊，没有同学，你的修学也会很困难。老师是指路带路啊，啊，指导你啊，同学们是结伴去修行的。啊，好像旅行一样，是同伴的，在旅行当中互相照顾我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台中，同学虽然多了，
志同道合七个人啊，我们七个人在一起呢搞复讲，就是把老师那个地方听到的重复讲一遍啊，讲完之后啊我们研究讨论啊，老师是一个星期讲一次经，星期三啊，那我们的研究讨论呢是星期四啊，第二天啊我们来复讲，同学轮流复讲啊，研究讨论十年如一日啊，不容易啊啊，所以这样的同参道友帮助太大了啊，我在台中学经教啊，最长的是楞严经，老师讲了三年啊，那么我一个星期复讲一次，楞严是由我来复讲啊，我把这个经从头到尾也讲了一遍，所以以后人家请我讲经我有把握啊，1977年香港同学请我来讲楞严经啊，我在这讲了4个月啊，每天2个小时，前面2个月呢有翻译啊，广东话翻译，后面2个月听众就说不要翻译了啊，能听得懂了啊，他说话我也听得懂，我说话他也听得懂啊，我们各说各话了，彼此可以交通啊，没障碍啊。那么这个前面2个月是在九龙戒心街中华佛教图书馆，后面2个月在香港南唐道光明讲堂法缘很殊胜呐，啊，那么这些都是法力加持，一定是天天在干，天天在学，啊，学而时习之，烦恼就轻了，无明薄就是烦恼轻，啊，解脱智慧明就是智慧长。烦恼轻，智慧长，你才得法喜，啊，法喜充满了，啊，法喜给诸位说，是人生命当中最殊胜的养分，啊，身体健康啊。你看中国谚语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要遇到快乐的事情啊，你心情常常快乐，常常快乐是最健康的，不会生病，病苦从来又能使人老啊，你有忧虑，你有烦恼，你的身体不会健康啊，你要想身体的健康啊，生活很愉快，常生欢喜心，欢喜心从哪里来呢？修道学佛其如境界真欢喜啊，那下面说呢，一自得法前身，见当神通得应得用啊，随自己的性又未得了，何速神通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依自己的法，
前身不同。得情也有小欢喜，得身就有大欢喜。此地讲的得是弃儒，当然不容易。弃儒者，神通得用啊，现前。那这什么境界呢？我们虽然没这个境界，可是我们很清楚，我们也很相信。见思烦恼，这个见烦恼88品了。虽然多啊，在断烦恼来说呢，比较容易断。这错误的见解，这种错误见解放下了，舍弃了，就正知正解。小乘正出果。你得法了得的钱不深在我们华严经里面，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88品见惑断了，神通得用啊。他有什么神通呢？天眼通有了，天耳通有了，六种神通里头这两种先得到。须陀洹就有天眼通、天耳通。天眼通是能就像现在人讲 X 光眼呢，比 X 光还厉害。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他都能看见。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有墙壁啊，隔了墙我们就看不见了。他没有障碍。那个房间人在干什么他看得很清楚。我往上一看，楼上人在干什么看得很清楚。下面人在看看得很清楚。这天眼的。而且是能够看到鬼神了。我们刚才讲的欲界逃离天以下的都没有问题，这障碍都没有了。天耳只要一注意无论哪个地方这个音声它都能听见。如果他的功夫再深，他证到二果了，证到二果啊，这个神通能力又增长了。不但前面这个天眼天耳啊，功能越来越强，新的神通发现。虚命通知道自己过去自己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四世阿罗汉能知道过去500世虚命通如果证到三果呢二果的时候还加两个神通是有续命的有他心通。别人心里面想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只要一注意心一清净知道他想什么
有他心图。啊，三国啊，有神足通，神足通他就能变化了，能分身，能变化。啊，四国得漏尽通，一字得法前身呢，这个见当神通得用啊，随自己的。神通是本能啊，不稀奇啊，哎呀，不稀奇啊，你只要把讲四国罗汉所得的这个六种通啊，这六通啊，这很浅的，不是深的，跟菩萨比他没法子啊，但是我们看起来就很了不起了啊，但是什么就是对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不再执着，就能力恢复到这样。他还有分别啊，所以他虽有这个能力，他不大啊。下面这两句我们要记住。信又未得，何速神通呢？现在我们这个信啊，信还没有，哪来的神通嘛？啊，这初信位，记住，初信位就有天眼天耳啊。那二信三信的时候，就有虚命他心。啊，大概到了六性菩萨的时候，不六性的菩萨的时候就有神足，啊，其性就漏尽，啊，见色烦恼断了，超越六道轮回，啊，你才想到这个性多重要，性为道源功德母啊，啊，一切都从性心里头建立。现在时间到了。